这首练习篇幅不大，但是它要求非常刚健有力，同时两个手配合和换把都要敏锐协调。前面是连弓的十六分音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拉得了均匀啊，大家看一下这种感觉，一定要把它拉得铿锵有力。后面连续的十六分音符拉得均匀啊，宽厚结实就可以了。下面请看示范。